你是说大将军光明用一件盔甲就轻轻的骗过了我，冒充他的是个奴隶，而我还败在这个奴隶手下。 你才是那个杀王的人，你手里是什么？爵爷。 他们把我的扇子弄脏了，把它带走。你当然知道为什么他们必须要死。他们死了，就没人知道是谁杀了王。不过，你还得把这个奴隶干掉。他一死，杀王的事就弄假成真了。 我以为只有你才能杀了光明。你已经把我的事办砸了一次。要是你杀不了你的同族，我就收回你这身袍子，让你死无葬身之地。